九龙四十一名后网发展商都要涉住买，最平嗰套尺价只要15,730尺，呢个价可比新界北。好多人啊！我哋而家就喺九龙城联合道民耀嘅现场，前两日啱出价就人满为患，呢两日卖咗十几间，铺已经近亿，我哋亲身现场睇睇。九龙城区都叫做一个成熟嘅旧社区，食嘢嗰边卖嘢嗰边都方便。离项目最近嘅地铁站系松和台站，步行过去大概12分钟。我哋上楼睇下，呢个904入门有个玄关啦，呢边摆下。一个长形嘅饭厅，侧边有个物台，厅嘅长度近7米，阔就3.5米。有个长形嘅露台，望出去就景观几开扬嘅，同埋呢边望到 IFC 嗰边，即系望到烟花景。回望翻个下饭厅，直入就一个厨房，长形嘅橱柜，储物同埋工作嘅空间都够多嘅。仲有一个露台，露台出面仲有一间工人房。顺住走廊下，我哋睇咗间主人房，都好方正，有一个转角窗，望出去同个厅嘅景观一样。呢间主人房系大好多，主人浴室都齐啊。唔係，佢有一個大窗，乜望到海喎。之後仲有兩間細房，呢間就上上方正，望出嚟景觀同主人房一樣。呢個浴室就睇嘢。呢個可以拉開變成一個堂房。再睇间634尺嘅两房套，一入嚟就有一个长形嘅客饭厅，直行就有一个长露台，望出去景同个三门差唔多。厨房 L 型嘅，啲柜面都几大 ，OK， 同埋有大窗，工作台面都有。顺住走咯，行就系浴室，都好企理。佢帮你做埋间隔，细睡房，几靓。最后就主人房，都系同个厅一样景观，有个转个玻璃窗。呢边就套房设计。个主人浴室好大，同埋有窗嘅。衣室一路型嘅，379尺一房，紧全个厨房嘅大，实用好多，望嘅景观又唔差。一房有咁嘅厨房，浴室有窗嘅。呢個長露台山景，細房好正。一房現時估稱，兩房同埋三房有房，減到係15,000+尺，當然係1,001啦。之後其餘嘅平均尺價大概18,000尺，但對比喺四一後網全新樓20,000尺。都有一個減幅。